事情最后的冲突点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他告诉我3月9号，也就是星期五，这个工人姐姐飞机就到了，我就可以请领工人了。然后呢，我就3月9号又去找他，找他的时候呢，他不在。之后我先生打电话，他也就不接了。过了大概有几个小时的时间，他给我先生发了一条短信，他说这个工人家里有事情，他不会再来了。看到这个消息，我们已经就觉得失望已经落到地下了。今天呢就写了张支票给我，这样说呢不知道要多少星期后多少个星期后才可以入。6000元对阿婆来说都很大数目的，是不是没收入的阿婆6000元。